你卖花过早了，来到三江了。今仔早晚会足忝的，巴肚足枵的啦，你紧把菜捧起去啦。好啦，知啦。也唔使紧嘞。好啦。放起来较细腻嘞哦。是咧创啥啦？车车倒。逐摆叫你创啥，你就甲车车倒。那我都无细意安尼。你看，迄囝饭吼，你车车倒啊。去乡下啦，囡仔唔知教分无，去甲看卖呢。你是谁？阿公你好，我是来这里旅行的人。反正现在下大雨，我找不到住的地方，能不能在你这里借住一晚？拜托了。你是谁？我就讲老来要借大钱的。我家无在借人大啦，歹势啦，你去找别位啦。但是雨这么大，我找不到其他地方住，可不可以就住一晚就好了，一晚就好了，拜托了。没事的啦，安尼你也吵了我囝明仔爱上班。阿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吵到你儿子的。这里人生地不熟，就住一晚就可以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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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啊，就住一晚。无好啦，哎呀，雨遐大，上下伯紧借伊住啦，袂感冒啦。好啦，啊，袂使吵着阮囝哦，阮囝明仔载还要上班哦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这儿子多大了？怎么还要父母这样去为他操劳？